我们接着我们看那个乳化物哦，乳化物、乳素，包括你可能看到的佛啦、绿啦、秀啦哦等等这些，其中佛跟氯哦，大概是各位最常见的一些空气污染物。我们先来看一下那个卤代青。卤代青之所以会受到重视，是因为我们那个臭氧层的破坏的问题。佛氯碳化物就是我们讲的那个 CFC，它已经管制非常久了，因为臭氧层的一个问题哦，我们就开始去管制它。然后它普遍会用在做这个冷媒啦，然后什么发泡剂啦，或者是防火剂等等，因为它对臭氧层的破坏性很高，所以慢慢大家就想说，哦，那我们要取代，所以改用这个 HCFC，哦，氟氯碳氢化物来取代。这个 HCFC 呢，那个工业界就开始换了以后，其实业者平常你讲也是有点。会觉得说好无辜哦，啊！你叫我把 CFC 换成 HCFC，我也换了。过没多久呢，HCFC 也不行了。CFC 我的印象中是瑞典跑最快哦，HCFC 可能是德国哦，德国跑最快，他们很快就禁用。2009年的时候哦，德国政府就禁用。美国环保署呢，他们也开始有一些禁用 HCFC 哦，那。我们虽然不是联合国的议员，但是呢，只要是联合国有一些什么议定书，譬如说针对这个臭氧层破坏物质哦，这个蒙特娄议定书，我们一直都有在 follow 哦。从禁 CFC 到后来有所谓的哥本哈根修正案，禁要开始把 HCFC 淘汰掉，那我们就跟着那个议定书一直在走，所以呢，我们也宣誓在2030年要把它淘汰。那现在是2018嘛，要淘汰它，你就是要有一些替代品，然后要有一些逐年的一个缓冲的一些措施哦。那 HCFC 国际上目前的替代品哦，这里你会看，哎，刚刚是 CFC，然后 HCFC，现在变成什么？HFC，哦，还是是碳氢化物，但是它的那个结构就一直在变。那另外也有人会用氨或二氧化碳来取代。那目前的趋势是这样啊，会不会哪天这些 HFC 也把它取，也说啊这样也不行呢？这我们不知道啊。但是基本上我们的目标就是希望能够逐渐的让这个臭氧层破坏，然后这里面有好几种物质，它不只是臭氧层的一个破坏，它也会引起温室效应。所以这个就有很多的管制呢，就需要去推动啊。我们要管制，就是它一定要会去做啊。但是你也会看到，慢慢会有一些问题会产生，这个是也蛮难去避免的。也是乳化物的一种啊，戴奥辛。戴奥辛我花非常多的篇幅来讲它，因为我认为我们台湾的政府花太少心思在这个上面。最近今年定了那个空污费。的同时，针对粒状物有明确的空污费的费率定了以后呢，也把那个重金属还有戴奥辛一起定那个空污费。那戴奥辛哦，跟各位看一下，1999年那个时候哦，在比利时发生的这个他们的农产品那个饲料哦被污染哦，所以呢，大家就开始很担心啊，这个乳制品里面会不会有戴奥辛？那戴奥辛因为它是乳制品，它是油脂类的嘛，里面有油脂，戴奥辛是非常的亲油性，如果有含油的话哦，就会被吸进这些这个我们的那个食品里面哦。那戴奥辛本身呢，基本上它就是两个氧原子连接一对苯环，以这个结构来说明，中间这个就是两个氧原子哦，O 在这里。那两旁各有苯环，像这样子，我们把它叫做 PCDD。那另外也有 PCDF 哦，这里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就是刚刚那个环状的，两个氧，然后旁边两个苯，这个是 PCDF 哦，这是这里一个氧，旁边两个苯环。那这个我们都把它统称哦，戴奥辛，然后有时候会说戴奥辛呋喃哦。那 PCDD、PCDF 它们的命名哦，有它的一个逻辑。我们以那个 PCD 2378四氯联苯戴奥辛哦为例，这个2378 TCDD 来给各位看一下哦。你如果看这个上面，它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哦，这个有编号哦。你看它。这两个苯环，它因为如果没有写，就是代表它有氢嘛，对不对？那只要它哪一个位置被氯取代，我们就会给它冠上那个编号。
譬如说这个是二跟三，再来七跟八被氯取代，所以我们叫它二三七八的四氯联苯代奥辛，也就是二三七八的 TCDD， 就是它是属于 PCDD 的一种，它叫二三七八 TCDD， 这个 T 是那个 Tetra， Tetra 的意思。为什么要特别提它？因为二三七八的这个代奥辛是所有的代奥辛里面到目前为止被看到最毒的，就是它。代奥辛有什么样的一个特性哦？它没有颜色，你看不到它，它可能是半挥发，看它的那个物种不一样哦，它是半挥发或者是不挥发的，所以它很容易跟那个颗粒哦，不管它是半挥发或不挥发，它都很有可能是在颗粒上面哦。那越是不挥发，它越是以颗粒状态存在。那半挥发它就有可能是气态的方式，或者它也有可能被附着在吸附在颗粒上面。代奥辛本身它的熔点其实是很高，在300出，然后它我们一般看这个代奥辛呢，我们可能会看它辛醇跟水的分配系数，就是 partition coefficient， 从它的分配系数来判断它的这个溶水跟溶脂的性质。我们发现它很难溶于水，然后它是亲脂的。亲脂的意思就是除了我刚刚讲的，我们的牛奶里面有那个脂肪量不是很高吗？4% 的那个全脂牛奶，那这个代表它潜在的那个这个可能代奥辛含量，假如有的话，它会比较高。代奥辛被叫做四季之毒嘛，大家晓得吗？它致癌性是非常的可怕的。代奥辛化学安定性很高，所以一旦它被制造出来、排放出来，来到我们的这个空气中啊，或者是沉降到我们的土壤，它的稳定性都很高。在异星晚跟紫外光下，它有可能改变它的化学性质，不然平常的状态下它都是非常的稳定，不管是在温度、在高温、在酸碱中都很稳定，所以它可以停很久。这边提到哦，如果你在土壤玻璃跟植物叶片上哦，你照光，我们说那个紫外光可以把它分解，它是可光降解啦。可是如果你照光6小时哦，这里可以看到 TCDD 哦，在土壤可以减少15%，在玻璃60%，在植物叶片上是100%。不过植物叶片到底是被降解了还是被植物吸进去了，这个我就不知道，因为这个研究我没有特别去看它。生物的浓缩性哦，各位可以看到，就是它的生物浓缩性是非常高，它会不断的去累积，所以，我们讲那个食物链哦，大鱼吃小鱼，小鱼吃更小的鱼，所以越大的鱼哦，代表它的代奥辛的生物累积浓度可能就越高，所以我们要吃到那种比较大的鱼，相对的你的暴露风险就也会跟着变高哦。在土壤中的移动性是很慢的哦，你要移动10公分要花10年以上的时间，所以一旦到沉积到那个这个土壤中的时候哦，它可能就会停留在那边。再来，这个代奥辛的毒性，我们刚刚提到2378 TCDD 这种代奥辛，它的毒性是最强的哦。这个四个氯的代奥辛通常它的毒性都蛮强的，但是如果你的那个同样那种两个苯环中间有氧的这种结构的这种代奥辛，如果你是1到3个氯，其实它是没有毒性。如果发生了这个急性效应的话，它会长所谓的氯疮，氯症疮这样的东西，那个多氯联苯也会长，就是你身上会起一个一个的泡，刚开始会以为是青春痘还是什么。那多氯联苯在台湾其实也曾经发生过那个米糠油事件，有没有？虽然还很年轻，但是不久前曾经有那个康师傅，对不对？就又把那个以前那个事件再拿出来谈。那时候那个米糠油就是多氯联苯，也是长像这种同样的症状。那慢性效应就是会得到各种癌症，那有畸形儿的一个出现，这是代奥辛潜藏的。那代奥辛的来源呢，一般就是燃烧，如果燃烧不完全，如果你又是你的要燃烧的东西含氯，特别是这个氯苯啊或者氯酚这一类的这个物质的时候，它特别容易会形成代奥辛。
那所以针对到锌呢，其实我们是会有一些特别的停留时间的要求，燃烧温度的一个要求的哦。那它形成原因呢，大致上我们可以把它分成是自然生成或者是人为的哦。那自然生成的话，像那个森林哦，我们那个木材里面其实也是会有，即使是没有污染的，也一样会有。那如果是木材，已经是砍下来的那个木材啊，我们一般木材会做防腐，啊，如果你做过防腐的那种木材，那个带奥辛的量就又会更多，啊，再回来讲这个自然生成森林的火灾哦，是这种天然的这个带奥辛的一个来源。那工业制成的话啊，就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木材防腐剂里面的那个五氯酚，哦，或者是除草剂等等哦，这些还有像我们讲那个钢铁厂哦，钢铁厂里面。在制程可能会产生一些氯酚哦，都有可能会形成带奥辛，像那个造纸业也有可能会有带奥辛的问题哦，钢铁造纸哦，这些都是可能潜在的一个带奥辛的一个工业的一个来源，一些特定工业制还有水泥窑哦，水泥窑如果说它有用到一些废弃物，现在蛮多水泥窑都会顺便把一些废弃物衍生的燃料哦，拿去做一个再利用。火力发电厂虽然现在我们其实很少去关心，但是如果是燃煤的火力发电厂，其实尤其是燃煤啦，燃油虽然也会有，但是尤其燃煤的，它其实在高温制程下也会产生带奥辛，但是因为那个一般我们讲发电厂那个风量很大，风量大，然后浓度很小，哦，浓度很低的时候，我们通常就啊忽略它，就没有去量测它，哦，但是如果你真的去量，你看那个风量那么大一层哦，虽然是浓度低。承上那么大的一个风量的时候，它的总量其实也有可能是相当可观哦，这是我们忽略的地方哦。那我们比较关心的应该是这个废弃物焚化炉，废弃物焚化炉的那个带奥辛，我们倒是一直都有在留意哈，所以也有针对它做一些管控哦。一般在控制这个像废弃物焚化炉里面哦，那个带奥辛，各位知道怎么去控制它吗？现在目前哦最常见的。就是喷那个活性炭粉，要把它喷进去，然后活性炭就吸附带奥辛，然后这样就完成了。我一直觉得这真的不是一个好方法。目前为止我所知道的哦，只有一个焚化炉是用触媒的方式，触媒的方式就是它可以把带奥辛真正完全破坏掉，哦，再把它转回这种比较无害的碳氢化物，甚至变成 CO2 跟水。那你想想看，你那个活性炭粉哦，你这样，喷洒进去是把带奥辛吸住了，可是接下来这些活性炭粉到哪里去？你只能把它，就是啊，我这个有害废弃物，我把它固化，弄到水泥固着，然后啊再来嘞，除非我们转而就是真的用触媒的方式，你触媒装上去，你只要温度对，它就会转换。那再做一下定期检测，相对的它的破坏的情形是会好很多哦，这个是我们可以努力的。其他的哦，像香烟里面可能也有哦，再来我们的汽机车哦，就是所有的移动污染源也有可能会有，只要是烧含氯的有机物，就有潜在的危险，它可能会形成带奥辛。好，这个是我把相关的法规哦，就是我们。目前你可以看到，废弃物焚化炉有管制，炼钢业就是钢铁业哦，跟它的集成灰哦，包括钢铁制程还有集成灰的工厂有管制，然后火化厂啊，什么电力业、燃煤锅炉哦，触媒再生制程、轮胎等等这些也有管制，就是要求是2年检测一次。大概就这些工厂哦，有做一些比较好的固定污染源的法规哦，啊，你也可以看到，光是法规就有8个跟带奥辛有关。我不晓得还有没有我漏掉的哦，所以你可以知道，其实带奥辛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污染物种，那也是民众所关心的。我们在这个评估这个带奥辛的毒性的时候呢，我们会用一个所谓的 TEQ，TEQ 就是 Toxicity Equivalence Quantity 来做一个，就是所谓的毒性当量来做一个统一，因为有那么多的带奥辛的物种，那每一个毒性都不一样。所以呢，我们就要做一个换算，
好让我们知道说它的排放量啊到底有没有符合标准。譬如说这边有定这个一个焚化炉的一个设计标准，像每小时4公吨以上的，它要低于 0.1 奈克 TEQ 每 NM 三方。这个 N 意思是你可能会蛮多时间会看到这个，在许多法规或者检测报告如果出现 N 就代表它是 normal condition。 所谓的 normal 在我们台湾的法规的定义不是那个什么常态下，不是20度或25度，我们是用0度 C， 0度 C 以大气压来代表的。这里有一个毒性当量的那个 ITEF， 毒性当量因子，那我不一一说明，不过可以各位看一下，就是最上面那个2378 TCDD， 它的国际毒性当量因子那个 TEF 值是1，也就是它是最毒的，那其他的都会小于1。那我们在计算，就是你去，如果你去做烟道检测，你会同时去量测多种这个 PCDD、PCDF， 然后呢，你去计算它的 TEQ， 就用右边这个公式来做计算。你会把量测到的物种的浓度乘上它的 TEF 值，然后 summation， 然后把 PCDD 跟 PCDF 的相加起来，来得到那个 TEQ。 好，那控制哦，因为它是 不完全燃烧所形成的，所以呢我们当然就需要要确保它有完全燃烧。完全燃烧的要件我们会用所谓的 3T temperature， 温度要够高，然后那个混合啦，这个第三个 T 是这个良好混合度 turbulence 哦，然后停留时间 time 时间要够，所以这是我们所谓的三 T。 一般我们的温度哦，我们会设定哦，如果是我们一小时的温度平均值不可以低于850度 C， 就是确保它要在这个二次空气注入口下游的燃烧温度要高于850。时间呢，这里规范哦，二次燃烧室的停留时间要2秒以上，这个两秒的停留时间是特别针对这个戴奥辛哦而设哦。不过一般的燃烧，其实你要得到这个燃烧很完全，其实是可以不用到那么高的哦。一般呢，因为你戴奥辛的那个检测实在是太贵了，我们随便测一次都要好几万块哦，所以我们一般就会用一个 CO 哦 ，CO 的量测啊。CO 的一小时的移动平均值要低于100 ppm， 用这样的方式平常在做一个检测，确保它有完全燃烧。好，那有一个各位可能需要去了解的是这个 de novo 的 synthesis， de novo 的机制。什么叫做 de novo 的机制？就是戴奥辛好，我这个它形成，或者说我在前面想办法让它不要形成，不管是它没有形成或者是它形成，我把它控制好了，如果再继续往下游，然后温度来到一个特定的温度范围，这个温度是在250到400，这样的一个温度是一个戴奥辛可能会再生成的一个温度范围。它需要什么样的情况呢？它需要有充分的氧，还有呢，有一些催化物质，像 氯化铜 CuCl2， 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催化剂，又有一个很好的接触面积，比如说飞灰就提供一个很好的接触面积。这个时候呢，就可能就会有这个所谓的再生成的现象。那所以 de novo 的这个 synthesis 低温再合成的一个现象呢，其实还蛮普遍。所以要怎么样呢避免呢？最好的方式就是 OK， 我的废气呢要进入我的储存装置呢，我要骤降，速度越快越好，想办法把那个温度骤降到220度 C 以下。做过触媒都会知道，一些重金属它本身就是有催化效果，像我们刚刚讲的铜，就是它就没有机会，我们的那个飞灰上面的那些重金属就没有机会去扮演催化剂，再把这个一些没有燃烧完全含氯的环状的碳氢化物变成这个戴奥辛。这个是一个怎么样避免戴奥辛再生成，低温再生成的一个方法，就是要做快速降温，让集成设备呢尽可能在220度，最好甚至在200度 C 以下，那是最好的。日本哦，大概是目前我们国际上是对
带药性的管控是最完备最严格的、哦、那主要是也是因为他们曾经发生过一个事件，一个崎玉县所泽市，然后发现他们的带药性的那个蔬菜残留超过标准，所以呢那个时候那个日本的民众就很受不了，然后日本政府呢也采取很高的严格的管制方式。日本的那个空气品质啊，就正在空气中定带药性的浓度啊，这里是定600 fg/itq/m³，这里600你们 fg 是什么？各位可能不是很清楚，我们用 picogram 啊，0.6 picogram。那个什么皮克大家可能会比较清楚，这个是日本的哦，日本的一个针对带药性呢，他们甚至也拟了所谓的总量削减、哦、那这个在我们台湾 是没有这样的一个、哦、其实我是觉得我们台湾应该要好好的针对带药性做一个管控、哦、那给各位看一下监测的数字，这里是各个空品区的、哦、你们可以看到哪边最高，中部空品区，中部空品区0.052，这是平均值哦，哈，0.052 picogram 哦 ，TEQ/m³，相较于其他的地方哦，像花东、宜兰我们就不要比了啦，像北部就明显就低我们很多哦。再来高屏哦，高屏0.043，也其实也还蛮高的啊，这个是变化，平均值就是在这里，这是环保署的这个资料、哦、如果高可能高到0.2几，因为二几其实也还好，可是你看以前的数据、哦、中部空品区这边他们在全新站测到的、哦、曾经测到在民国1999年、哦、最高可以测到0.584、哦、0.584是很可观的，相较于那个其他的地区、哦、起码多了10倍以上，中部空品区台中然后彰化南投、哦、尤其南投的带药性其实还蛮可观的、哦、彰化有一个那个集成灰的那个冶炼厂，各位知道吗？有一度那个带药性的浓度哇好可怕，那个量出来整整超标非常多、哦、他们就是专门把那个一些钢铁厂，除了中钢不晓得有没有到他们那里、哦、但是一些比较其他的那些这个钢铁厂的集成灰就通通收集到那边去做再利用，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再利用厂，因为它想要提炼里面的，我没记错是锡吧，金属。那在你想想看，在当你在提炼过程中，其实你是把已经集成灰本身就是一个浓缩的高浓度的带药性的潜在的污染来源，你再去提炼的过程中，你等于把它又再浓缩，所以这个如果没有控制的好的话，这些集成灰呢可能就不管是透过烟囱或者是透过它的最后的那些灰可能就到我这个外面去了，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那个之前曾经发生什么彰化的带药性氮啊什么这种问题、哦、大家会担心啊。再来氟化物哦，除了各位可能熟悉的 HF 以外，其实它还有像氟化系或者氟系烷这样的东西，或者这边的氟系酸或者 F2 因为有各种不同的氟化物的结构，所以我们一般在量测都喜欢用总氟的方式来量测它的浓度，那它也是定有固定污染源排放标准的。那这里举一个例子，像那个炼铝厂他们用萤石就是氟化钙 CaF2 这样的一个物质当作一个原料，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就有可能会形成 HF 跑出来，或者在我们一开始曾经讲过那个磷肥厂，它可能就会有氟的污染。为什么？因为这个磷矿石里面就有也有带有氟化钙，那这一烧可能就烧出 HF。 再来像氯，含氯的可能就会烧出带药性嘛，那我们其实是比较希望万一它含氯，那它最好是烧出 HCl 就好了、哦、不要烧出这个带药性。除了 HCl 以外，它也可能会有氯气、哦、Cl2 也可能是一个潜在的空气污染来源，像自来水厂它可能就会有加氯、哦，一些化工厂也会。氯化氢呢主要就是废弃物的焚化厂、哦、会产生、哦、氯化氢跟硫化物跟氮氧化物、哦、
有氧化物、氮氧化物，它们都是会产生酸雨主要的成分。我们来看汞了哦 ，mercury 哦，其实重金属在我们台湾都是属于比较不被重视的空气污染来源哦。那汞也是其中哦，其中一个我们需要去留意的。像汞，它一般如果它是原来的矿石，像朱砂，朱砂就是硫化汞哦。硫化汞它本身其实毒性没有很强，可是你一旦提炼它，元素汞它可能会让你有一些中毒的可能性。以外，我们的汞哦，如果它一旦排到水中的时候哦，水中的微生物它可以把汞做转换，它就会变成甲基汞。那如果是有机汞的话，它的毒性其实又更强，有可能就会再回到我们的人体。日本曾经发生过很有名的那个水俣症，就是有机汞的中毒的一个事件。因为发生的时候呢，真的是很早期，所以那时候的那个日本的民众，他们也不是很了解哦，不知道说原来他们是汞中毒。等到发生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来不及了。环境中的汞大概会以四个不同的状态存在，包括无机的，也就是元素汞，或者它是离子状态啊，带二价的汞，或者它是直接就是附着在 particle 上，变成我们所谓的 particularly bond 的 mercury。 再来呢，它可能是以有机物的状态的这个汞哦，就是譬如说我们刚刚讲的这个 mysterious mercury 哦。汞本身的一个特质就是它有持久性，它有生物累积性，所以呢，如果一旦进到我们的人体，它会越累积越多，或者进到我们的食物链哦，会变得你比较难去掌握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来，我们来看一下排放量。除了汞以外，我们还放了几个我们认为重要的重金属了。我们环保署其实也有在统计它的排放量，铅、镉、汞，还有一个砷。铅、镉、汞、砷，各位可以看一下它这个历年来的这个排放量哦，从这个1994年一路到102年哦。像铅，你看它的排放量有没有管制？很明显是没有，所以它一直在增加。从1994年的8.99公吨，到102年变成13.88。镉大致上差不多维持，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动。汞呢，好像也是有略微的增加哦，从1.31到102年哦，1.87，我们现在拿不到今年的啦哦。到102年，差不多就是统计的极限了。砷大概上下起伏，没有太大的变动。那这里把这个这四个重要的这个重金属呢，它的排放源哦，也做一个统计哦。你会看到燃煤发电跟气电共生锅炉哦，常常都是占很大宗，对不对？哦，所以火力发电厂、燃煤的发电厂呢，它的这个重金属的排放其实是不可忽略的。我们看那个持久性的有机物哦，这个 PFOS 这个东西呢，是最近这大概这几年才开始有比较认真被思考哦，我不敢说被管制，被思考。现在有一个毒化局，环保署的毒物跟化学局哦，它是在105年，大概是差不多2年前成立的一个新的一个局。毒物与化学局成立以后，他们那个网站呢，就有一个网页专门在介绍什么是 POPs 哦，什么是持久性的有机物哦。那持久性的有机物哦，它主要是因为这个施德哥尔摩公约，一样又是一个国际的法规生效以后，我们会跟着哦国际的走势来跟着去了解，然后管制它。POPs 它的四大特质哦，第一个它有持久性，第二个它有半挥发性。什么是半挥发性呢？意思是说，如果温度高的时候，我的 POPs 呢它会挥发出来，等到天气冷了呢，它又在沉降哦，所以它不断的挥发沉降，挥发沉降。那它的相对的，它的在我们的环境中呢，它能够停留的时间呢也会比较久，尤其它又很难分解。它的另外第三个特质是它有生物累积性，所以它的持久性比较难起化学反应以外呢，它也有生物累积性。那不断的累积下来，它就会对我们的整个生物或对人体的危害也会越来越大。第四个是它的高毒性，一般我们讲高毒性，我们会讲它的致癌性、致畸变性还有致突变性哦，我们看它的生殖毒性、免疫毒性等等哦，这些呢它的毒性哦，相对的如果比较高的，我们就会把它列
为我们可能要优先要去管制的 POPs 啊。这里面这个图呢，就说明了要管制什么样的 POPs 啊，主要大概分成三大类，一个是各种农药啊，再来工业用的一些化学物质，再来你无意衍生的物质，譬如说戴奥辛就是属于无意衍生的物质。讲到汞的时候，我记得我跟各位讲到它有持久性，汞不竟然是有机的，除非它是有机汞啦。那但是呢，我们在管制它的时候，其实像那个环保署，它曾经办过一个研讨会，2015年的时候，它那个研讨会就叫做持久性有机物及汞管理的研讨会，代表说我们在管 POPs 的时候也会把汞哦，虽然它汞看起来好像没有在这个账面上，但是会一起把它管制。再来我们看一下那个空气污染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因为刚刚其实讲每一个物种的时候都有大致上带过，所以这里大概就是一个 general 的一个在 review 而已。它其实主要就是要提醒大家，如果说你不喝水，几天不喝水大概都没什么问题，可是你几分钟不吸空气你大概 就不行了，你不可能不吸它。你水我还可以选择，我不喝这边的水，我可以自己制造干净的水，那空气就很困难，以后要不要自己带钢瓶。基本上只要是空气污染物我们就一定知道它一定会影响到呼吸器官，包括从我们的那个支气管啊、肺这方面的。但是事实上它还是会有一些其他的，譬如说是对我们的神经系统的影响啊，对我们的一些内脏啊、肝啊、肾的影响，这些我们刚刚都有提过。空气污染物你要定义说啊，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其实很难，我们可以拿白老鼠当白老鼠，我们能够拿人当白老鼠来做事，那你怎么去定量说到底对人体健康影响是什么？通常一般会采行大概就是用流行病学这样的一个方式。公共卫生学院是做蛮多这样的一个研究，可是如果你去看那个数据很多时候其实很难有非常精准很明确的一个告诉你它会有什么样的效应出来。其实大部分还是都是在那种流行病，就是已经发生了，或者在那种非常高浓度高空气污染的地方比较容易去做流行病学的时候，你才比较容易去找出它的一个关联性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你们可以打一些关键字这里所列的这些关键字可以找一些文献来读。我知道在座各位有蛮多是那个公共卫生、职业安全卫生这个领域毕业的这个对你们可能搞不好都比我还更了解这里特别提醒你，我特别把它 highlight 起来的，我们微粒里面如果含有重金属的话这些重金属是有可能会随着血液带到全身的所以我们接下来要给各位看一下因为刚刚对重金属的时候没有特别去提到，我们给各位看一下几个重金属对人体健康的一些影响。像锰锰中毒它的症状可能会出现巴金森氏症。其实我发现现在很多老年人都会有这种巴金森氏症，或者所谓的阿兹海默症巴金森氏症是那个走路会很难自己去控制。那另外那个失智，像那个阿兹海默症，他们这种失智症，这些老年人的疾病有蛮多开始去怀疑跟空气污染有关。我觉得有那个可能性因为你看老年人让七八十岁、八九十岁这样累积，那这么多年来这样累积下来的重金属也又有它的生物的一个累积性累积下来到了老年的时候，他开始身体也比较弱了他就可能开始就会有一些这个并发症出来。这个巴金森氏症的那个征兆跟你如果回去看那个水鱼病其实有点像，水鱼病的症状也是就是有点没有走路会开始颠颠倒倒的。这个中毒它的症状可能你会出现在骨头，骨头会觉得酸痛，四肢肌肉的抽搐麻木，对你的肾跟肺的机能也会伤害那再来有机溶剂如果你有一些有机溶剂的中毒的话，你可能心情会不好，脾气可能会变得不好，头痛，那因为心理行为你的这个动作机能就会受损等等这个他说提到十年暴露以上甚至还会造成脑部的萎缩。基本上我们的叶片其实它的那个下面会有气孔，绿色植物会行光合作用嘛那我们它的营养来源是来自于CO2 进来，然后经过交换最后产生
阳气会出去，对不对？跟我们人刚好相反、哦、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其实不只是 CO2 会进来，一些空气污染物也一样会进去。那如果进去的话，会可能就会造成这个叶片的受损，或者呢，它不是叶片没有受损，但是它可能会透过我们的那个植物、哦、的叶片再一路往下，甚至来到根部、哦、然后它就可能会造成整个植物的一个损害。植物、哦、就是我们其实我们讲的植物损害，通常都是关心那个农作物、哦、那植物的损害包括急性、慢性，还有生长呆滞。我以前去也当过那个某个县市的那个公害纠纷的那个调解委员、哦、就也处理过像这种就农作物，他说、啊、我们的那个蔬菜啊，叶子整个都黄黄的，我怀疑是我们附近有那个工厂啊氟化物害我的这个蔬菜是变黄，所以他就请求那个公害纠纷的协调、哦、那我们就要处理这样的事情。那这种其实有时候都蛮难去断定，你说好植物受到的譬如说生长呆滞，或者是说叶片变黄、哦、有什么样的不管是急性或慢性的伤害、啊、我怎么知道它到底是因为空气污染造成的，还是是因为农夫他自己在栽种的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其他因素在影响呢？所以那个时候呢，碰到这样的问题，哎，因为也很久了、哦、就那、啊、怎么办，那时候就请台大的那个这方面的专家老师，他要去做研究空气中的那个氟化物浓度大概是多少，会去做一个这个模拟枪，然后来看看到底这个会不会造成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呢，你从这个也可以看到，空气污染如果对植物受到影响，你有想到说我们现在不是有很多说在室内摆那个绿色植物，然后可以净化空气，当然这也是一个可以做的，但是好像是拿那个植物的这个生命然后来代替我们人类 受害那种感觉、哦、我是这么讲啦。空气污染对物质的影响、哦、最常见的是对建筑物，那另外对金属、哦、金属也可能会有一些影响。那一些那个博物馆、哦、你可能就会担心说哎，我会不会对我的博物馆内的馆藏会不会有一些影响、哦、尤其像一些硫化物、哦、如果你有一些或者酸性的气体，它就可能会去造成我们的那些那个名画啊会有受损啊。其实空气污染对物质的影响、哦、我一直都很鼓励大家，如果说我不想走传统的空气环境工程的路，你其实可以往这个环境品质来着手哦。譬如说我自己研究过了很久，之前十几年都在研究那个无尘室里面的微污染。那无尘室其实所谓的什么晶圆的线宽啊什么，那个都是因为晶圆上面有很多金属线，我的线宽越来越窄哦，到几奈米的时候你会去影响它的。早期说无尘是因为我担心 particle 对它的影响，慢慢变成什么，我担心气体污染物对它的影响。当你的线宽越来越窄的时候，气体污染物对它的影响就越大。发生在我们这边的园区的工厂都是大厂，他们有过一些例子，就是因为这个一损失都是上亿，这种牵扯到这个工厂的利多的，他们很愿意投注心力在改善他们的这个空气品质上面。所以这个是一个大家可以走的。或者你说啊，博物馆我可不可以提供博物馆什么样的一个良好的这个环境品质，好让它的馆藏可以永保它的那个价值，艺术的价值。那这里面常常讲到的都是腐蚀物料的腐蚀，不管是馆内的或者是馆外。像你如果有机会去那个欧洲去观光，你会看到那种两三百年历史甚至超过三四百年历史的那些建筑物哦，因为它是那种石灰石哦的那种建筑物，它可能就很容易受到那个酸雨，或者我们讲的干沉降也好，下雪酸沉降哦，这种影响，这都是因为有湿度，然后加上污染物，它就特别会造成这个物料的一个腐蚀。好，最后给各位看空气污染物怎么移除哦。移除大概都靠三个机制 ：biological、mechanical 跟 photochemical， 生物机制、物理机制，再来呢，光化学反应哦，这些都可以把空气污染物做一个移除。这里一个表呢，就给各位看一下它的几个我们常见的污染物，它到底怎么样移除。
还有我们所谓 estimated time in atmosphere， 一般大概就是大致上抓啦，可能我们讲的半衰期这样的意思。像 particulate matter， 像铅也是，铅也是属于 particulate matter 的里面的成分哦。一般它可能要花几分钟到几天，这个 scale 拉得很大，为什么？因为那看你的 particle 的 size， 全幅微粒的重点是粒径的大小，粒径大小会影响我怎么样去抓，把它捕获，就是移除它的一个机制。大气中的停留也是一样。再来像硫氧化物 SO2 哦，这样的东西它可能透过光化反应，它会形成硫酸盐哦，然后就可以被移除，或者是在经过降雨哦就被移除。它时间通常大概要1到4天。Carbon monoxide CO 哦，到大气中以后，它要再氧化变成 CO2， 那个速度很慢。虽然是靠光化反应可以哦，可以，但是它需要1到3个月的时间才有办法移除它。再来 nitrogen oxide 氮氧化物哦，氮氧化物跟硫 SO2 硫氧化物很像，但是靠慢慢的去氧化，光化反应哦，然后变成硝酸，或者因为降雨把它移除掉，时间呢？需要2到5天。 VOC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 呢，它当然也是靠光化反应、哦、啊，我们刚刚讲过很多次的 VOC 跟 NOX 光化反应可能产生臭氧、哦、或者产生 PAN、哦、这样的东西、哦、需要的时间从几个小时到几天。从这里你可以看到，如果我们排放到大气中的污染物如果没有太高、哦、浓度不会太高，其实我们大气是有一个致净作用，可以把它移除的，但是如果浓度太高，你就没办法，它就不断的在空气中累积，就变成我们讲的空气污染了。